这个东西没有个几十万你能买到吗？经过漫长的等待，这个视频整个进度做有一个月，从原石到开到解料到成品，好了，给你们做了一期统一的展示，给你们看一下一个极品厚浆，极品厚浆长什么样啊？这是一个255克的一个厚浆料的，头上的老缅开了一包窗了，但是这个窗开得非常失败，它没有把种最好的地方开出来。这个料呢，它是有个特点，它种水呢已经到了冰家了，你压灯看啊，荧光杠位纯度都出来了啊，而且头上呢飘了一朵绿花。这个料子特别好玩，这个地方，哎，你用黄灯看，它是有春的。厚浆的料子呢，它水长，你起货的话呢，它会放糖啊，专业术语我们行内叫放糖，它会翻出来。它只要是带一点点的春感，这个料子起价就非常贵了啊，都是6位数的一个价。粉丝说让我找一个啊起价非常漂亮的料子，我把它推给我粉丝了。为什么还要推？老缅把这个地方开出来，但是它开的不是最好的位置，它最好的地方是这个地方。如果是说我把它这个地方再开出来，全部开完的话，哦，这个料子还是有涨的空间的。因为我拿到这个料子，我确定了它的品质，然后呢，我给价给的也合适。啊，我入手价也特别合适，然后呢它还有看涨的空间，所以说呢底线已经非常高了，闭点已经开了，但是说我还有补涨的空间，那么就必须要干它。这个料子起三件货，那妥妥的都是要6位数的东西。不服气呢，现在我就开给你们看，所有的料子都是实战，都是亲自开给你们看，我永远不会说拿个料子给你们讲讲啊，放一边了不动了，那是耍流氓。现在开干，现在这个已经扒完皮了，可以看一下自然光，它有点乌黑泛紫，但是你用压灯的话是满粉春的一个状态。下边呢种水更好，而且飘着两朵绿花，你像这样的种然后飘春的话啊，粉春的话，你做起货的话它会翻得出来，而且这里飘绿花，这样的话上边整交一个大件的话，这个料子非常非常牛逼的，一个大件的话肯定是6位数的价格。现在呢我觉得这个料子就是上边一个大件，然后下边一个小件啊，像这样的厚浆会不会翻种，会不会放糖啊，然后让你们长一下见识。原计划的方案呢是这个方向，以这个为巧色为主啊，以这个面呢为主体，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它上面这个厚度呢实在是太厚了，而且这样看起来面比较窄，后来呢我就想了个方向，把它从这样的方向调转过来，把这个厚的地方呢去掉一点啊，让它水头呢更均匀一点，再把方向转过来，以这个面为正面，这个面的宽度看起来要比这个面的宽度要更宽，显得器型更大气一点啊。厚度调完以后的话，不影响它的器型，佩戴起来的话重量会减轻，也会更舒适一点。以这个面为基础为正面啊，色的位置在这里也是可以进行调色的啊，而且整体的光面的位置的纯度要比这个方向的纯度更完美更舒适。然后我们把面转过来以后的话，它这个面的宽度是很厚的，而且厚度也很够。想法呢就是说利用这个比较近的地方呢雕一个白衣自在观音，面部以及这个巧色的地方还有佛光的地方呢都用到了比较纯比较好的地方啊。有色的位置的话，接下来我们在观音刻画完以后，根据它的高度和厚度进行一个搭配，有可能刻画莲花，有可能刻画青鸟，也有可能刻画一个沙弥在这里与主体进行一个相互对话的这么一个场景和画面。经过漫长的等待，这个视频整个进度做有一个月，然后终于给你们从原石到开到解料到成品，好了，给你们做了一期统一的展示。这三件货是我心中永远的痛，为什么呢啊？先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那个厚浆起的货，货头你们看一下，漂不漂亮？春挂住了啊，自然光春是能看出来的，是不死的啊。太美了，这个东西压灯给你们看一下，看下边已经有起玻璃光泽了。这个东西好东西不需要打灯的，你们看一下，再看这件货尾，再看这件货尾，就这件货头吧。同行看我视频的比较多，看厚度啊，然后下边不是封盖的啊，一点毛病没有的。这件东西在市场上30万你能找到吗？这个东西你知道我多少给顾客的吗？我小六刚刚到小六给顾客的，知道吗？啊，你知道吧？你说它涨没涨？这东西，那好了，这是我心中更永远的痛。漂亮吧，美不美？飘雪花棉，天空蓝的东西，飘雪花棉，飘的还非常灵动。这件货有个故事，该死的英格兰踢决赛那一场，那天晚上看着球赛，喝了一点点酒，在直播，有个人一找我啊，然后什么话也没说。这两个人都有一个统一的特点啊，找到我之后就什么话都没说，就说我啥也不懂，就相信你，你看着办，反正让你坑就坑一次，我知道你也不会坑我，弄得我就不好意思了。然后这个本来是要自个做货的，放给他了，然后这个本来是要自个带的，超低的价格给我那个粉丝了。然后，哎，
无奈，你知道吗？这个东西没有个几十万你能买到吗？美的东西是什么样的啊？当然了，这在我们家品质还不算是最高的东西，后边还有非常非常更加美的东西。这个东西呢，虽然放出去给自个粉丝和顾客放的价格有点低，然后少赚好多钱啊，但是毕竟是自个顾客和粉丝，因为顾客和粉丝都是跟着我人走，跟着我公司走的啊，还算是比较欣慰。为什么呢？因为感谢你们的信任啊，有你们的信任在，完了之后飞驰会更加努力。好了，飞驰出品呢，必定精品，喜欢飞驰的双击加关注，爱你们。